嫦娥一号的发射了，你的梦想被人捷足先登了呀！那不正好？等我出山，也许月球基地都建好了，国际与月球为起点，征服火星，飞出太阳系。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，因为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。你想和秦国？ 你这日子过成这样，对得起你这智商吗？你要是现在出来，就跟重新开始一样。薪水你猜怎么着？跟应届毕业生一模一样。这头顶的天空，感情什么的，是不是渺小如灰尘，根本不值得一提？你不用讽刺我，这不是讽刺，是感动。 拿了这么多，随便做一个中产，也能挣两万了。傻子，前阵子我爸妈来上海，去不了高层，我住在景区块钱一晚上的休房间，是有一些变动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10年，差不多。老一辈。 田人一穷二白，从零开始。不是，我得吃，是为了钱。那时候填的志愿，父母不同意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两者兼顾。有点年少轻狂吧？可是你真的搞定了，他读到也博士，这么不愧是我们班的学生。再者说，我明星啊，带货的，分分钟几百万成交了。 我见内心都送上天了，你去问问谁知道你们叫啥？我从小自负聪明，结果人到三十是无常。我打算放弃星辰大海。可是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。